Sophia 的频道，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，相信大家已经从标题上看到了我今天要干嘛，所以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吧，走。我是刚刚从海关回来，然后拿到的包裹。好开心呀、啊！其实这个包裹已经被开过了，就是海关他检查的时候当场打开给我看的。哇、哦，看到这个里面就超喜欢的，哇，真的超美，是我喜欢的那种颜色。然后里面包的也很好，然后刚刚检查的时候发现，其实我的眼影啊什么的都没有碎掉，真的超级开心的。然后这次是。就是他有买一送一的活动，然后我买的，我是22号下的单吧，然后他是26号发的，因为中间经历了一个新年，然后又经历了一个圣诞节，然后今天是18号，我拍的时候是18号，他就到了。我觉得真的是超还蛮快的，而且是过了海关的，我先开吧，我等不及了，然后等会再来说一下，就是有关被税啊，然后我在德国啊，怎么寄到德国啊，或者是什么的问题。然后我这一箱包裹呢是整整50美金，整整的50美金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其实东西还是蛮多的，因为我买的时候他做活动，然后土豆泥是买一赠一嘛，所以我有6个。买了3个，选了3个，然后试色呢，我可能开箱之后就会拍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先买了一个刷子，然后因为我想我没有那种小的那种特别画眼部细节那种刷子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刷子，这个刷毛还蛮软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，一个唇部磨砂膏。就是我一直想买这个东西，想买很久了，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吧，然后趁这个机会凑了个单买的。然后这是一个眼线笔，然后我看 Emma 的视频说，还有 Rainy 的视频，他们都说这个眼线笔其实并不是很好用，然后就是因为会断掉。但是我买的时候我上小红书看，就说这个眼线笔不晕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买了一支，反正我是个新手，我也不管，先试一下吧，然后再来试这个眼影盘。Give it to me straight。对，打开。我看到这个眼影盘的第一眼，我就想要了。哇，它其实还蛮重的，包装质感什么的还蛮好的。打开。哎，里面没有塑料膜哎，感觉我这一个的那个。颜色什么都还好，但是它有点凸，然后上面已经沾到了眼影。我等会试色看看，哇，真的摸起来好舒服哦！我一看它的配色就知道，这一定是我的那个紫紫红红，我超爱的，真的超爱的。而且我现在没有一个雾面的眼影嘛，然后我就想着那就买一盘大的。我这个人真的是对大盘的眼影。真的超喜欢超爱的，无法抗拒，可能从这之后开始我就会收非常非常多大盘的眼影。虽然我真的是个小白，也没有基本上没有化过妆，但是我真的特别爱这个啊，超喜欢，很期待。然后就是我的土豆泥眼影啦，这是3个，然后这还有3个。它土豆泥眼影没有别人说就拿泡沫纸，我这个就直接放在那个里面的，就这么包的。然后哟，碎了一个，刚还说呢，对，最网红的那一颗碎了，我其他都没碎啊，我当时没看到，我以为它压粉就是这个样子，原来它是碎掉，算了，心痛，等会自己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买的所有的东西啦。Hello， 我回来啦，又是你们熟悉的背景对吧？因为我觉得用电脑拍的效果不是那么的好，那么我们就用手机拍吧。好，这就是盒子。
的样子。好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超级美的，我喜欢，是我的颜色，天哪， Your dreams come true， 哇，就是我的话，我会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，就是传统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手卡，然后再就是清单，就我总共买了10样东西，这个里面是我重新摆的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很整齐？我有整理癖。好，一样一样拿出来看吧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是唇部磨砂膏，然后看到了，诶，它这边边是磨砂质地的，打开看一下，我准备今天晚上用一下，然后等会把弹幕写在这里好不好看，闻一下，还行吧，比较普，味香味比较普通吧，像糖什么的味道，我是觉得它的颜色很好看，然后我选了这个颜色，然后还有其他一个白色一个粉色，然后再就是一把刷子，这个没有刷毛很密哦，不知道会不会扎眼，要试一下才能给反馈的。然后再看这个，这个是一个眼线笔，所以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得试一下我才能知道画个。我觉得还蛮顺滑，不知道我这个新手能不能驾驭得了。它的颜色色号在这儿，不瑞哈哈，好可爱的颜色。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眼线，现在它干掉了，我搓是完全不会有那个。我们弄点脸上的油来试试。哎，它掉了，好吧，我觉得防晕这件事，我还想对我脸上的油全部。然后再看这六个吧，这就是我要买它的原因，突然要买它的原因，也就是过圣诞节，这也是我的圣诞节礼物了。就是六个它最出名的土豆泥眼影。好，一个一个拿来看吧。这个的时候是 I like you， 因为我看 Colourpop 它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偏光特别美，然后我这个人又是对偏光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那种。好，哎，其实我不是很舍得，这个也有点碎了，哎，这样我还能接受了。哇，它的质感，压个手指印，好黄哦，不知道我能不能 hold 得住。其实我当时看官网的图，它是带非常粉的偏光，然后我一直以为它是粉色，然后没想到它是黄色。然后第二颗是这个 Cutologist， 然后就是我很想要那种红红的那种眼妆嘛，然后我看它是红的，其实你看这个闪真的超美的，但是其实我当时发现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它有闪啊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是有闪的，它其实是偏雾面，就不是珠光，只是雾面里面有闪而已。这个我手机上看到比较红，但是我自己看是比较偏橘的颜色。这个是网红色 DGAF， 然后它碎掉了，它果然是易碎物。然后我压了一下，它真的超美的，里面有金色的偏光，这个看吧，真的超美的。好，我就是为了这次的试色，然后买的这个，就是为了好擦。然后，其实我刚才就有试一下，就是用，因为我是刚刚画在手上嘛，然后后来
就是拿那个洗手液，然后试了一下，发现其实并不能把它卸干净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用燕春卸，不要学我。是 Hats，哎，就不要在意我这个读音了。它这个也是一个偏光，我在官网上面看，你现在看的是个粉色，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紫色的那种偏光，哇，这个也基本上没有，几乎没有，可以看 DGF 的那个偏光，加上这个闪闪发光，你可以看底下它现在有了，我就是觉得它的偏光超美的，所以我才买的，哇。超爱紫色的，真的。下一次想试试紫色的那个。然后这一颗是 ISA，是那个 Kathleen Knights 有推荐这一颗。我原来在 Bain 跟 ISA，然后在纠结，然后看 Bain 是那种苍蝇的颜色，然后不是很喜欢，然后就选了这个。它的延展性，这个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偏光哎，就是一个很紫的颜色。哇，它里面也是小眼睛，好可爱！这一颗就是那个经典的人鱼姬色，因为，哎，我真的对偏光真的毫无抵抗力。这个是粉里面，然后带金闪的那种。然后我看到网上试试，然后说它是人鱼姬，毫不犹豫买呀，对吧？试在手上，这个颜色也很浅哎，就粉粉嫩嫩的。我觉得这个可以跟那个蓝色搭一下，不对，那个紫色。这就是我所有买的土豆泥啦，看一下。我刚刚在这边看到了，那个衣服里面有。蓝色的偏光，哇，超美的！天呐，看这个是里面，这个的金闪闪的很低调，真的很低调。对于其他我买的其他的来说，这太紫色的偏光被吃掉了。其实我自己看超级美的，那是人鱼姬，哇，不愧是人鱼姬。就用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湿巾，你看，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的好卸掉，所以就是你用眼唇卸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需要敷一下，或者是用油性比较大的可能比较好卸。然后浅色的还卸的还蛮好，你看这个 Q 到 Long B，然后 DGF 跟 ISA，就这三个比较深的颜色就完全在上面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好，然后最后的最后重头戏来了，Give it to me straight。我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它是我的，它就写了我的名字。真的，它这个包装超级美的，质感超好的。好吧，虽然我也没两盘烟，也就只有我能这么说说。好，打开来，配色。我的天呐，紫紫红红的，难道不是我的菜吗？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它旁边其实都压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质量来说的话，并不是怎么好。而且你看，它上面已经就粘到了，但是它美呀，没办法。好，可能我现在要去上课，可能试色的话要等到我上课回来。那我们下课见啦，拜拜。我回来啦，然后我实在忍不住，我还是决定，虽然现在是晚上，然后我是开台灯，但是我还是想把它试一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打开这配色，我就是我的颜色。虽然它压盘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来试一下吧。其实它是有点飞粉的，你看，我就画了两下，然后就成这样了。但是我觉得它的粉还是压着，很实的。我现在决定用左手来试，因为觉得右手不太好拍照。这个会动，但是其他的我感觉都不会动。但是我看到有人试色的时候就说啊，就它其实会动啊什么的。我自己看除了压的有点可怕以外，其他都好。感觉没有什么偏光，但是它的闪真的很漂亮的闪。其实我擦太用力了吗？看那个紫色，感觉像有点结块。我就是擦一个雾面的那种阴影盘，所以就入了这个。这个就是所有的颜色啦。
我要努力学习怎么画它。啊，这就是本次的开箱努力大典。我现在也分心转一圈，好美哦。我再来给你们看一下同样的问题。那我的它就是用那个卸妆纸巾擦，就擦完以后啊，还是会有那个颜色残留，技术比较明显。因为就靠这个是深色，你看完全都没有擦掉，所以卸它的 pop 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好好卸哦。那这次就这样啦，拜拜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再来讲一下我的 ColourPop 的被税经历吧，就是在这边的话，基本上 99.9% 应该都会被税吧。反正我在网上也有看到一个小伙伴然后发说自己没有被税，然后很快就收到了 ColourPop， 然后底下就一排全部都是啊，我们已经被税啦，在海关放了多久，怎么怎么怎么。反正我这一次还是挺快的，我是22号，12月22号下的单，然后他是26号发的货，然后1月2号就已经到了法兰克福，大概一个星期的样子吧，然后每一天都会有信息更新什么的，而且我中间还过了一个圣诞节，过了一个新年，所以我觉得速度还是挺快的，然后去了海关就了无音信了。直到昨天就是1月17号，我收到了这封信，就是海关送来的一封信，然后这个里面有一张小纸条，你就拿着那个纸条去海关给他，然后他就会帮你把你的东西取出来，然后里面还有两张，一张这个单，一张这个单，然后他这边的这一张吧，就是你把这个信封装着，然后拿给邮局，然后把什么钱呀什么的，然后都放在里面，然后DHL 就会帮你把你的包裹直接送到你家，然后它上面就会写，然后我这个上面写的是28.5欧，我当时看到我就吓坏了，我就说。难道一个税要那么贵吗？不是都说19%的税吗？要28.5欧，抢钱呐！我总共的东西也换算下来也才43点几欧的样子。好，然后我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一张纸，你可以看到我在上面还有一些标记，字比较丑，大家就不要介意。然后它上面有写海关的开业时间，然后它就告诉你。一共有三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去海关拿，第二个就是交28.5欧，然后邮局就会帮你送到你家，然后第三个就是退回去。然后我就想，我期待了这东西期待了这么久，你要知道我没有收到包裹的那些天，我就在 B 站啊，在油管上面就去找别人的试色，然后疯狂的看别人的试色，然后我就只能看着，我肯定不能退回去对吧。好，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去直接去海关试一下，因为你那个单子上面他会告诉你那个海关的地址，然后我现在是在柏林嘛，然后我那个他给我的地址就在 Schönberg， 虽然我现在住在北边，然后要去南边就是大概是半个城的样子，但是我想反正我上午也没什么事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哦，对，他上面单子上面还有写明，就是要告诉你你要在多少号之前去拿，如果过了这个时间，他就把它退回去了，你就拿不到东西了。所以可能我觉得他邮局的这个就是，给那些没有时间去拿东西的人，然后他们就可以通过邮局的方式来拿那个东西。哦，这还要抢钱的，真的是抢钱。然后我去了以后，然后拿了号，然后就如你们在前面看到的，他当着我的面开的箱，然后确认里面的东西，对，你还要拿着，就是要拿着你的钱，然后你的订单，我是直接把他就是我订单的那个邮件，然后把它打印出来，然后给他的，最好就是你上面有一对应的就是你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他好在那个包裹里面看，要不然的话你很难跟他解释清楚或者讲清楚的，然后最好是你本人去，还要把护照带上，这个是一定的。
然后那个人就会当着你的面确认那个东西是不是一样对的，这就刚好，你也可以确认一下，因为经常就听到 color pop 有记错啊或者有什么的，你就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对的，然后他就会让你去外面等着，因为他要算，就是到底收多少税呀，然后是什么样子，好，然后你就等着，再等着叫号，然后你就可以去，收银台，然后付钱。付完钱以后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包裹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会给我一张我的税单，就一张一沓吧，然后里面有几张纸，然后正面上面就会写，好，你要交多少钱，然后后面就会告诉你这个包裹是多少钱，然后要收多少钱的税，然后你付了多少钱，就是很一清二楚的，所以。我有看到，就是我也在搜攻略嘛，如果被税了怎么办？我就有看到底下有人就说，他也就是收到了这封信，然后就说要交，30多块钱的税，什么什么正常什么的，然后我这里就想说，你就可以自己去海关拿，真的不需要那么多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那张纸的底下有一个小条子，这就是等号的那个条子。其实我觉得海关的里面的人非常的好，然后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来接待的我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经历，我也有可能会再继续买 ColourPop，其实被税也不会那么，就是也速度也还行吧，然后税率就是也能接受的样子，所以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购物经历，然后今天的开箱就到此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，要付一个金。